喂，说。我知道，有事儿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 I love you。谢谢，我要睡了，晚安。容易抓到你一次啊，这是该我给你出一道题，大冒险。这道题来说，你敢不敢给你的前女友维罗拉打一个电话？没得事，说三个字，我爱你，敢不敢？有点结婚了，算了嘛。哎呀，耍的嘛，对不对？没得事。哎呀，来嘛，怕啥子嘛？好呢，哎。是不是打的？是啊。喂。哎，是我。我知道。有事吗 ？I love you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 I love you。你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刚才说的话就不是你的风格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其实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在玩游戏。看来你又被我猜中了。他们给我出的是大冒险，但是我爱你是我的真心话。我想知道，那天说要跟我分手，是真心话吗？说好了，明天一起去。听你说话呢。三个月到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上次这么说是在开玩笑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坚强勇敢的分手。你是认真的？喂，说话呀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你三天前打电话给我说你要结婚的。我要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要跟我分手也是你的真心话吗？不是。
那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我要结婚。啊，你跟苏翠分手了，你还爱不爱他哟？爱不爱啊？应该还是爱嘛。哎，不然啷个？我们来试下他。啷个试？我们耍那个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跟他说你要结婚了，万一他都跑起来找你了呀？哎，要得要得，肯定不得。哎呀，你告会儿嘛。告会儿嘛。啊，那我们整下他呀？嗯。试下他哈。Hello? 喂，怎么了？我要结婚了。恭喜你啊。哦，谢谢。如果你老公敢欺负你呢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除了你，没人敢欺负我。那就这样吧，再见。看嘛，他点儿都不在乎。哎呀，有些时候男的越是那个呀，他心头都越有你。我啷个觉得？你要结婚也是他们给你出的大冒险？你觉得我是那种三个月的时间就随便找一个人嫁了的人吗？你现在在哪儿？在家，干嘛？等我 ，OK， 你一定要等我啊！哦耶嘿，哇吼！只想珍惜你拥有，别问我是否要离开，明知我非常在乎爱，爱上我请不要用谎言把我埋，忘记了期限总要到来，谁说爱情过了最美时刻就会变无奈，思念隐藏风中潮退，只剩朦胧梦里天你不在，听说幸福就是永远守护，风雨都不改，若真心再期待，有勇气闭上双眼坠入满天星空里的爱，大姐，请问你是申旭吗？啊，是啊，这里有一封信。谢谢啊。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决定在一起的那一天，你跟我说的话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感觉。你呢？我喜欢你打碟的时候狂野奔放，还有一点俏皮的样子。哪一个
约定好吗？好啊，你说。那不管我们在一起快不快乐，三个月的时间，三个月一到，我们就坚强勇敢的分手 ，OK？ 好，谁怕谁啊？说不定三天后，我先把你给甩了呢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也忘不了分手那天你跟我说的话。这三个月以来，不开心吗？开心啊，而且非常开心。但是我一直在坚持，爱情的保鲜期呢就三个月，啊，我不想把爱情的埋葬在时间里，埋葬在未来的婚姻里。我觉得爱情呢，就是在最完美的时刻呢，然后巧妙的分开。你这是在逃避。爱情是有保质期。你真自私。我只是不想等到我们都彼此讨厌对方的时候呢，然后再含着眼泪、面带微笑、含着恨而提出分手。好啊，我尊重游戏规则。孙兴，爱情就是一场大冒险。你晚上冲过来找我，很可能是你的一时冲动，所以我选择不见你。我希望你想清楚再做决定。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不会怪你，因为我们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。感谢你这三个月给我带来的爱，我也从来没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么深爱过一个人。如果你真的想明白了，明年的情人节，我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电影院等你。